它一定会鼓荡的。什么叫内敛？我这个手指头看，你看没有、哦，有了。等到油我一碰，您就出去了，气就在这边了。它不是神意内敛嘛？内敛，我可以练练里面啊，我可以练练手指头啊，里面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所以我们很多书啊，读了都自以为是，不要把自己本位加上，它一定有它的标杆。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值110块钱，真正的标准值在大陆110万人民币。那我们又多在增呢？你看这5公分，哎呀，说了，哎，差了，你看，哎呀，差了有5.2喽。你根本呢，你们都是这样。这个是测量的为标准啊。对不对？你说这个来讲，我告诉你，在那个尺度，它就是最标准的，它绝对最标准吗？还不一定，没有一个比它更标准的，是不是这个东西一样的一个尺啊？我10块钱也可以买一个尺啊，可以啊。那这样你懂意思没有？不要把全金看作我做的就是对，不是，我做的形状合乎它的。唯女中正神观点，那我就有 power 出来了嘛。我不是上次跟你讲过吗？讲了半天，我就用这个讲，还用什么讲？还用细胞讲？没办法讲了，对不对？我讲教你们教好久了，因为我讲的术语应该你们。